2015春夏礼品展于4月23到26在台北世贸艺馆热闹登场，各式文具、玩具及艺文礼品等争奇斗艳。纺织综合所将纺织科技结合人文设计，并将品牌商带入礼品领域，至今已5年余。现在让我们听听纺织综合所的辅导厂商 Hannah Chance 公司的白秉权设计师介绍他们符合凹豆精神、全球滑雪唯一规格、轻便、防风、透气、弹性的西班牙围巾是如何设计制作出来的。是这代理西班牙的一些 Spain 这个品牌的运动用品，像是这些头巾类的商品这样子。对，那它主要功能就是在你运动的时候吸湿排汗、防晒，所以在夏天你会常常看到骑士啦，或者是钓鱼的人会使用这些产品。对，那这个是目前在市面上唯一每年都会出新款的品牌。对，有设计，我们台湾有出设计的，然后国外主要是国外也有设计。对，那两边都会一起，因为设计东西不可能只有单一国家，如果可以多元化，它那个风格就会都不一样，看起来比较丰富这样子。因为我相信一个很 colorful 的东西跟 black and white 的东西呢，大家都会喜欢 colorful 的东西，因为看起来就会比较心情舒服。对，那所以它的设计上面都会比较有设计感，然后比较缤纷一点。对，那弹性、物料、颜色都会是比较卓越。对，弹性的话，头巾像这种头巾，可能就像这样子，单单一个脖子，它只是它其中一个变化，那基本上它可以做到14个变化，甚至15个、16个都可以。对，符合凹豆的精神，因为你只要出了门，只要带着这个东西，你就不用说准备要我要准备领巾、口罩、帽子加围巾，因为我们包包就这么小，你怎么可能准备这么多东西？那尤其登山的，当然是装备越轻越好，所以通常只要一个这个就可以了，是全球滑雪唯一规格。对，滑雪的唯一规格，因为你滑雪不可能用大的围巾围好几圈，这样你如果被勾到很危险，在滑雪的地方，所以它这个是主要轻便又可以得到保暖的效果。对，那主要是透气，它几乎这个已经是2层的。那如果你再穿戴眼镜的话，基本上是不会起雾的。那如果你不透气，你的气会从眼镜这边跑出来，很容易就造成眼镜起雾，你就没办法运动。因为太阳是从天空上照下来，主要第一就是遮阳，保护眼睛，增加你的视线良好。对，所以帽檐的话，它是有得到全球专利，台湾的专利也有拿到。对，所以如果你在海边钓鱼的时候，帽子很容易吹到海里。那人的惯性呢，就会习惯去捡帽子，常常就是因为这样去受伤。对，这边所以这种他们开发这种弹性的是有安全上的考量，再来是方便收拾，这还可以揉，不会变形。其实纺织所跟我们合作大概有快4年了，那我们中间合作的方式就是有一些商品上的一些耐磨测试检测上面，再来就是印花技术上面的提升改变这样子，然后弹性纤维嘛，再有加入那个凉感纱，对，其实就是矿石粉，对，凉感纱。那矿石帮助石子帮助，就是我们的角色就像当纺织所跟西班牙之间桥梁，纺织的技术的交换，然后合作这样子，这当然是对品牌是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因为你品牌会也跟着不断提升嘛。那未来当然我们发展就会可能更多元，可以到其他纺织所可以做的产品下，我们也可以开发出新的商品，这是我们未来可能会做到的部分。以上采访 TTRI 采访组世贸艺馆报道。